怎么样才不会变成这个脚臭的这个杀手呢？那或许有一双好的袜子是可以帮助到你的。其实除臭的效果呢，每一家都有不同的技术，他们也会提供这个 SGS 的验证，就是说水洗50次能够达到 99% 的抑菌效果。怎么样去选择好的一双运动袜子？那第一个重点呢，我觉得就是这样子的材质，它会比一般的棉质更加透气干爽。它的主要功能是分解脚臭味。弹力纱呢，它有一点点类似我们的肌内贴胶带的概念，它可以帮助足部的这个踝关节透过高密度的弹力纱做加压，更能够稳固肌肉。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些袜子呢，它都是属于机能袜，所以它的保养跟洗涤它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。像这类的袜子呢，它是不可以不可以